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敏敏，今天是我办公室测评的第4单，然后今天就不给大家拆箱了。正所谓天凉好个秋嘛，然后现在天气也很凉快，我今天就出来溜达溜达，出来觅食来了。今天呢，就给大家推荐一下我办公室附近的美食。好多同事啊，在饭点的时候打卡率最高的一家，你们想知道是什么吗？走吧，跟我来看看。到了，之前在成都的时候我就搜过这家店嘛，然后因为我每去一个城市都会搜一下大众点评，然后去成都的时候搜大众点评，他们家是成都小吃口味榜和成都卤味人气榜的第一名，然后但是那个时候的队实在是太长了，根本不想排，然后这不是正好知道公司旁边开了一家嘛，这次我一定要吃个爽。那个每个口味来10份吧，四个口味吗？对，我们是四种口味，有重庆火锅、麻辣的。冬阴功酸辣，还有老卤五香跟香辣啊。行，那四个口味每样来10份，是不是还有炸的呀？对啊，炸的再来10份，可以。叫鸡爪，今天就吃这鸡爪。这边刚刚也是有排队的呢，可能看我们在拍，然后所以一哄而散了。烤鸡爪，好多呀！你这些鸡爪够卖多少天的呀？不是够卖多长时间的呀？2小时，差不多吧。我一个人就把2个小时营业额就给买完了，就这种排队神店。他们竟然说我怎么这么瘦，我本来就这么瘦啊，都怪小伟。哎呀，我刚才等不及了，然后就新要了一份他这个炸平菇，尝一口啊，闻着可香了呢。哇，好脆啊，看。我觉得差不多了，我们可以拿东西走了。谢谢，拜拜。我要带着我战利品回公司啦，属实有点多呢。好，看我现在后面的背景有没有很熟悉啊？其实今天除了我自己点的那些，还有手拎的那些以外呢，然后后来我又回去买了一些。既然来到了我的大本营嘛，然后我又给同事买了一些，因为平常老是吃他们的，今天换我给他们买吃的。我先吃一个他们家招牌的重庆火锅味的吧，这个叫一抿就化系列，上面会撒了一些芝麻和葱花，是那种直接重庆火锅底料然后煮出来的，然后也没有撒什么很多酱，辣，咬进去，然后。抿一下，肉就已经脱骨了。我今天一共点了150只鸡爪，可以慢慢啃了。这完全就是下酒神器嘛！重庆火锅底料口味的鸡爪子，真的是啃了一口根本停不下来，因为越辣你越想啃，而且真的能吃到就是火锅底料牛油的那种香味。好了，下面我要啃个其他味的，那个老卤味的，老卤味的是我最常吃的，这个是原味的老卤味，辣味的老卤味。这个辣味跟这个重庆火锅的辣味不一样的就是，它是五香的那种，然后刷的辣椒油，然后这种就是老卤出来之后刷香油，他们这个香油好像我今天听那个老板娘说是经过4个多小时的熬制出来的香油，好吃。这个辣味呢就没有这个辣味那么冲，这个辣味里面又有红油又有麻椒的，然后这种呢只是刷了辣椒油，只是上面有薄薄的一层辣味，还是卤味比较重。这个呢就是香，因为上面刷了香油的原因。啃鸡爪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它的脆骨。三个口味都尝过了，我今天尝第4个口味的，就是泰式冬阴功味的。他们家的爪子直接就是酸辣、麻辣、香辣，然后五香酱剂，是不是清楚一些啊？一口咬出了东南亚风。我一直觉得这种冬阴功味的，去喝什么咖喱啊，或者什么汤啊之类的相配，没想到还可以配鸡爪子。4个味都尝完了，那我就再吃一个，这个油炸的。这个外面有一层酥酥的皮，肉呢不是老辣的那种，但是也能感觉出来它是炖了很久了。今天除了点了炸的爪子，还点了炸的苹果。
回来的路上，在我们公司门口，外卖小哥还送这个鸡爪呢，但是他只有三袋，他一看我拎着这么多，他都懵了，你知道吗？外卖小哥还跟我说，他们家这个鸡爪好的时候，一天光外送就几十份甚至上百份呢。这老板卖鸡爪一个月得挣多少钱啊？得十几万吧。但是细想一下，这个口味的鸡爪赚钱也正常。总结一下，今天测评的这个降龙爪爪，如果满分十分的话，我给他打九分。那一分差在哪里呢？差在我买的太多了，拎着太累了。对于一个大胃王来说呢，可能啃鸡爪有点不以为然，这个东西肉这么少，然后又很难啃，但是我觉得口味不错，所以给大家推荐。最近热锅剧这么多，大家可以追香蜜啊，追如懿传的时候啃着吃，而且这种软烂的鸡爪又充满了胶原蛋白，然后还不费牙，老人也可以啃啊，反正孩子都可以吃。让孩子吃，我建议大家买这个五香卤味的，拜托各位，我真的是太累了，我可不可以拿到后面去啃啊？我们是不是拿到后面去吧，真的好累啊。我跟你们说啊，这个东西吃这种鸡爪还得是追剧的时候吃才更得劲儿，更香更爽，就是你看两集电视剧不知不觉之间就已经全部吃完了，我现在只剩两袋了，我觉得不太够。而且鸡爪嘛，对我来说越吃越饿，越饿也想吃，吃着吃着就饿了。电视实在是太好看了，鸡爪实在是太好吃了，人生真是太圆满了，做一个大胃王真幸福。然后今天测评第四档就圆满结束了。拜拜喽，分成一分钟。金啊，景仁公和黄娘都是你的执行长。